Hi, I'm Elle. So, di video sebelumnya, Sang Joni udah mulai ngejar-ngejar Sunyu dan kayak ada kemajuan gitu dari yang awalnya Sang Joni kayak kelihatan sendiri gitu ke Sunyu, tapi di episode kemarin, di episode 5 dan 6 itu kelihatan dimana kalau misalkan Sang Jo bucin ke Sunyu tuh bakal kayak gimana bucinnya. Kayak bahkan di episode sebelumnya pun Pak Bos ini udah kelihatan gitu loh, kayak luluhnya dia ke Sunyu tuh kayak gimana. Dimana yang dia lagi kesel sama pegawainya, tiba-tiba Sunyu datang kayak udah mereda gitu emosinya. Dan gimana, bayangin gimana kalau misalkan Hangzhou udah bucin banget ke Sunyu tuh kayak gimana perlakuan dia ke Sunyu gitu ya. So, aku penasaran di episode kali ini gimana jadinya mereka. Kita langsung aja nonton You Are Mine episode 7 dan 8. Song Jin, 你上来干嘛？ 请总经理系上安全带，车程大约2个小时又15分钟，祝您旅途愉快。 干嘛？您一个人坐比较舒服，我去后面。坐下。总经理，你不是自己开车去吗？太远。你有司机啊，又不是自己开。 Bener juga. Woi. <笑>你又没睡好吗？没关系，自己一个人搭车多舒服，干嘛硬要跟我们挤一挤？ 没办法，这边就借你靠一下吧，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个子怎么矮，坐高一点。有的靠都不错，还嫌哦。<笑>本来是要留给女朋友靠的，谁准你交女朋友？男朋友也不……你都没睡好，心情就不好了。上海那么多员工，赶快睡。 不要等到下车之后还影响员工的心情。你在我生命挥洒的精彩，这一段每个像一晚，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失意。
去。这房间就那么小，看你往哪去。我先去冲个澡。他要去冲澡干嘛？温泉，双人，成双成对，爱心，还有，这些布置是不是搞错什么了？经理上次解释过，是因为之前的绑架事件，所以才会冲突。怎么会有这些东西了？并购公司法则第一步。是出善意后的第二步，要让对方明白自己不都是。喂，姐。好，我知道。哇！来，教授，这。左右，撑着点腰椎，要 hold 住，要 hold 住。Kenapa harus dilempar si anaknya？总经，那个您赶快去泡温泉，一下冷一下热的，容易感冒。原来喜欢这种的。不是，你以为在拍杂志哦？但总经理的身材真的好好。那是你不是？身子蛮大的，自己下来泡。别动！那个秘书处临时要开会，我先下去了。就这么不想待在我身边？你也一样，请答应之。
被抛弃吗？是装傻，还是真不懂？Kasihan banget loh, bos. Gue 这样做是不是让他很为难？你又要去哪？我去帮你拿点吃的，怕你饿。没关系啊，总经理，真的没关系，你批就好了。倒是你刚下来，头发也不吹干，你平常就会头痛了。Jangan begitu, Suyu, dia baper, Bu. Ni 跟他们在一起，好像很快乐。啊？我知道，我很难相处，那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再给我点时间。嗯。有啦，那个秘书处最近又说你脾气好很多哎。对了，上次那个绑匪，我决定不追究了。真的？你愿意放过阿涵大哥了？你不是希望我不要去追究吗？谢谢总经理。对了，这给你。给我。我知道在我身边工作很辛苦也很危险，所以帮你买了几份保单，希望可以给你更多的保障。爸妈比较想要的应该是平安没有受伤的儿子。没事啊，你看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可以再叫人处理，很快。谢谢总经理。保护好员工本来就是我的责任，放心，我以后一定不会再让你出事。下去了。所以这算是你给的安抚。今天所有要敬总经理的酒都算我的。哇，你这个小秘书越看越有意思哦，不错。有女朋友吗？谁说你交女朋友？男朋友也不行。年轻人不想谈恋爱啊？我身边有很多单身的小女生，看你喜欢哪一类型的，改天给你介绍啊。有人不准。我几岁了，爸妈还不准谈恋爱啊？包在我身上，改天介绍个合适的给你带回家。继续喝，来，来，这么委屈，我也不准你谈。嗯？总经理，哎，干嘛？放我下来！放我下去！妈好。嗯，我可以走，放我下去。
算了，不跟你计较。你要顺利，等你清醒，不要告诉我你都忘了。你没事吧？我没事。不对，我有事。总经理，我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啊？你刚打我，乖了，你先起来。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啊？那时候你这样那样的，咋咋咋？不公平。那你想怎样？清醒啊！你是总经理，我只是一个领钱的小菜鸟。为什么你会对我？对你怎样？不就是这样吗？哎呀，对。叫我的名字，总经理。现在不是上班时间，而且你还用这种姿势在我身上，我一个上周。是因为你，而且我不是不能喝酒，是怕喝了会乱性。
总经理如果要包养你的话，你先。你对我做这些，是因为喜欢，还是好玩？算了吧，一定是因为好玩。你觉得我是因为好玩？反正我也没经验，随便你怎样，我也没办法。老顺宇，你不要，还是因为喜欢。所以只要我喜欢，你就可以随便我。你是总经理耶，那随便来个董事长、大老板，你都 OK 啊？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既不厉害，也不优秀，你怎么会想跟我在一起呢？为什么？哦，我知道了，就像是狼遇见一样，狼的肚子很饱。也不是，就是放在身边玩而已。算了，我不跟喝醉的人计较。我说我说发生什么事？该不会……你昨晚那样对我，打算负责？总经理，叫谁？不是说好叫我的名字？还有，下回不准喝酒。昨天晚上我们没有发生什么事。我太压力了。昨天晚上的事你忘了？想起来了。我既不厉害，不优秀。你怎么想跟我在一起呢？你说你不能喝，是怕喝了会乱性。你是不是还打我两次？你在这边给我等着，等我出来之后再好好收拾你。sengaja nggak dikasih tahu dia diinget ya？关系错了，赶快回到正轨才是对的吧。赶快给我接电话，你不要给我落跑。
经理，你们这种 level 的都属于自己喜欢就喜欢，什么都不用去问。小顺，我们这种 level 的没有人教过我喜欢应该怎么表现，所以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心动了怎么办？不能这样吧。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的，对吧？你搞消失想干嘛？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多重要。接电话，接电话。姚顺宇，你不要那么过分。对不起，我态度不好。哦，那我也是第一次。回个讯息给我，不要让我担心。姚顺宇，我想你了。嗯。Dibilang I miss you. Tell the people, today just let Wang Taijie 滚蛋，去酒店报公账，当我眼睛瞎了。总经理，刚才联络上顺宇，他提出辞职。理由？不适应，不适任。我让你调的入职合约呢？先下班吧。是。啊！我今天真的是第一个把你玩完。Senang senang.这本秘籍的下一个主人，虽然前面写了很多不能触犯的总经理禁忌事项，但我想请你记得多关心总经理。总经理虽然工作能力很强，是一个工作狂，却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他老是不知节制的灌黑咖啡提神，记得帮他准备搭配的点心。他也常头痛，别让他吃太多头痛药。
一旦他工作起来就会忘记吃饭，记得要帮他选择改善睡眠的食物，不要被他的坏脾气吓到了。对我来说，他是全世界最好的老板，请你一定一定一定要好好照顾总经理。所以你本来就打算要走吗？Itu tadi Are Mine 7-8. Well, di episode 7 tuh udah gemes gitu loh. Kenapa di episode 8 tuh kayak sedih banget? Di awalnya tuh kayak aku tuh gak paham kenapa kalau Sunyu tuh suka sama Sangjo, tapi kayak gak nerima gitu. Kayak kenapa gitu. Oh ternyata dia tuh gak mau jadi bebannya si Sangjo gitu loh, karena level mereka tuh beda. Tapi emang iya sih, kan Sangjo ini kan bos ya, kayak terus Sunyu ini cuma sekretaris baru gitu loh. Mereka kenal juga baru gitu, gak lama gitu. Terus tiba-tiba si Pak Bos suka sama sekretaris cowok pula gitu kan. Kayak itu tuh bisa jadi salah satu kelemahannya si Pak Bos sendiri gitu loh. Ditambah Sun Yu ini kan latar belakangnya kayak ya bisa aja gitu, yang gak wah banget. Kalau misalkan ada yang punya niat buruk gitu sama bisnisnya Pak Bos nih gimana gitu kan. Itulah kenapa Sunyu gak mau jadi bebannya si Pak Bos ini. Tapi ya, udahlah, aku gak tahu gimana lagi di episode selanjutnya. Aku sedih banget. Kenapa baru senang tapi udah sedih gitu loh. So, segitu aja video kali ini. Kalau suka videonya, jangan lupa like, comment, dan subscribe. Bye-bye.